不能的，不够的，神啊，我告诉你，请你让我来经验，会有足够的资源会来到我所需要的这个部分。这个是我看见的，这是我听见的，这是我亲身经验的。神从来没有在资源的供应上短缺过我的，神从来没有。跟大家讲一个见证，我们在加州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，很好的朋友，他要开业，他手上缺了$20,000。那时候我们就祷告说，神，这是好朋友，那我们要不要支援他？神说，你手中有这能力，你去做吧。所以我们就把这$20,000就给他。按照圣经的原则，神给我们，我可以用借给他，那我们就说，那我们算投资了，就算你的，学会这个过程。后来当我们要买房子，糟糕，我们这钱借给了别人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的原则是不跟别人随便借钱，所以在那过程中，当然神借着我们的亲戚，借着其他的过程，给予我们可以买我们那时候所需要的房子。我看到是，当我们后来要搬走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所给予朋友的那个钱，超过了那个，完全的重新的转到我们的资源里面来。所以这叫我学会说，给予的时候，如果我自己有，我可能可以用得更好，但是为什么要给那个有需要的人呢？因为神教我学会，当我要你给别人的时候，如果凭着信心给的时候，按着神给我指引的时候，神他一定会把其他资源转过来。所以我不知道你在金钱上的管理是如何，你有没有学会说，我在管理金钱，我要学会，不是因为神给我说我就自己好好管，当然你要好好管。但是你钱的调动挪用是我没有问过神，我神啊，你给我这些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资源，你的时间，你的金钱，你的能力，这个资源神要你跟别人怎么分享？别人要来跟你分享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来跟别人联络和接纳？第三，供应有需要的人，我刚刚提过。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有没有机会看到，有一些孩子们没有人会留意到他们，有一些有需要的人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。你知道就在科克兰这里，就在这里这么富裕的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他们这里有一个学前啊，要 back to school 回到学校，他们分赠一些文具啊，还有一些。那我觉得那次我刚好有机会来，我才发现，哇！我以为这里是很富裕的，就看到好多的家庭进来，有些是单亲的，有些就是一个孩子进来，因为妈妈还在上班忙，她在从学校过来，她过来拿个文具，拿个铅笔，拿个包包，说我可以拿这个吗？我可以拿这个吗？我可以拿这个吗？然后完了以后，然后那边他们又摆了一些衣服。是旧的衣服，他们现在都收在那里面。他们很多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秋季要进冬天了，看他们还穿着短裤呢。然后他来拿一个裤子，就一看这裤，那边挂的裤子全都是女孩子的，那这是男孩子。然后另外说，那你就穿这件吗？他是男孩，那这不是叫他穿一个女孩子的裤子？所以我看到他们没有裤子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么富裕的地方。你不会想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其实可能根本都没想到这个，但是也许你可以参与，对不对？也许你说我有的不多，没有关系，你不见得一定要很多，但是你所有的，你如果愿意分享，他们还有持续这样的一个过程活动，可能不一定是在科克兰，可能就在你所住的那个地方，你知道，在Linwood。在你所在 Fairway， 在很多地方，他们都有一些你愿意把你的旧有的衣服，你可以捐赠给他们的。
你愿意吗？当你可以做那么一点的时候，你的愤愤不平的心就降低很多。你每次看到我们的总统他怎么样，或者我们的医院怎么样，他们怎么预算怎么这样，但是神会问说，孩子，那你的预算怎么样？在你家里用钱的时候怎么样？你说这总统不怎么样，那他问你呢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然后你就像议会开会开不出来预算结果，那我们呢？神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怜悯的心，可是可能没有机会看到，那神会让你看到，神也会给你有机会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很喜乐的一起敬拜的这个过程，这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们身体我们心灵需要有喜乐的敬拜。我记得我去看那个 Thunder Game 的时候， Thunder 每次看到我儿子看到那个踢那足球，哇，好兴奋啊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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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就 Yeah， 然后你知道我们神也很希望我们啊，看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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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、所以我们也是欢呼喜乐。但是我问你，我们必须会有机会经验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才会想到上帝的时候 Go Go Go。 你知道我可以叫 Go 什么？因为感谢主，他们去年那个秋季 Back to School，他们帮助了多少学生？超过50位以上的学生，所以我说 Go Go Go， 因为神你已经帮助50位以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在你的家里，对不对？然后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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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ter Go， 因为他还生病一个礼拜多，现在哦好起来了。然后看到居然 Go Go Go， 今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，损失一个小时睡眠，他能够带大家敬拜，对不对？然后 Go Go Go， 看到我们家的狗。哇，然后现在不会，然后我叫他，他现在看我了，然后他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可以 go go go， 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，你真的可以说感谢主，我们是可以来向神欢唱，因为敬拜中，神叫你想起啊，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，特别感谢主，有从远处搬来，对不对？你想说神帮助我们。来到这个新的地方，新的开始，神你要做什么？求你让我看见是有喜乐的，我可以看见你要我去得着的是什么。今天早上我们青年儿童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因为他一走这一半椅子都空掉了，所以很高兴啊 Go Yeah。 然后我刚走去那边，看他们正在联结，我一去看，每个青少年手上都拿一个这个，然后都坐在一圈。那我想他们在看什么？每个人都在看他们自己的 phone，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在电话上合适的联结，所以他们能够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他们可以一起联结。所以，亲爱的爸爸妈妈们，祖父祖母们。让我们赶上高科技，要跟孩子们用这个连结。好，这也是我们愿意一起过的。我们来支援你，让你能够跟你的下一代，跟你的下下一代，能够用这个连结。当然，电话上、口头上，家庭饮食、喜乐生活，这是我们的 goal， 对不对？你希望在吃饭的时候，真是有一个欢喜的心，欢喜快乐的心。刚提过了。欢喜快乐的用饭，欢喜诚实，所以我们在餐桌上都开始学习，很高兴的时候说一些真心话，说一些真心的话，这是很重要。然后养成以后，我们若是能吃，两三位一起吃，不要一个人吃饭，然后欢喜快乐吃，跟你的同事一起吃，对不对？跟你的朋友一起吃，或者跟你的家人吃，欢喜快乐用饭，赞美神的生活。刚说过，如果我们每一天能够有操练赞美神，赞美是真实的，因为神是谁，我们真实的称颂他是谁，他是谁。我每一次看到这个蓝天，感谢主，
阳光普照，每天看到细雨蒙蒙，感谢主，免费洗车，哦，感谢主，脏的都洗干净，一看雪蒙蒙，哇，所有脏的都盖起来，太好了，然后又可以做雪人，然后一看阴天，哇，神求神怜悯我们，不能阴太久，大家都发霉，所以我觉得说，让我们可以学会说幽默、喜乐的话。欢喜的话，欢喜，欢喜，神很乐意，他把欢乐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因为他要带领我们经验，不断经验神的恩宠与接纳的得救人，神的恩宠，神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这个 grace 就是神的 favor， 就是神的恩宠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到刚我跟大家描述那个图案，主很乐意我们跟他走，是主在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着他，还是主带着我们的走的时候必须要用一个东西牵住我们，否则我们冲太快，我们会丧失自己的生命，或者遇到危险，神很希望是叫我们就回头看。所以神借着这个宠物在教我功课。我带着他出去散步，不是他牵着我，每次他就然后又看到狗来，所以我会很紧张。